家好，我叫金，我来自中国，我今年19岁了，我身高178，做了两年模特了。其实学校还好，我觉得他们会让我们选择自己的风格。我觉得女孩子首先我觉得整容还是无所谓了，大家都为了漂亮，但是我更喜欢自己的美是从内自的，发自内心的美，那样会更好。所以你有没有整容过什么东西？有。想不想，有没有什么打算？没有什么打算，我对爸爸妈妈给我的外表很满意。对，如果不做模特可能会去学画画。其实都很喜欢啊。对，其实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，因为我喜欢在舞台上走 K-word 的感觉，然后也喜欢在镜头前你可以任意展现自己的时候，这两个都很好。关键是我觉得要看你这个整个团队还有他们的整个思想啊，那些各方面你们大家配合的好不好，大家合作的开心的话，那我觉得都很好。这一张觉得比较有我的特色吧，因为我的脸型可能更适合拍一些比较强壮的那种女性，这种照片很好玩。他们那一期的主题是所有的中国的，就是很多中国设计师的衣服，然后我替他拍的。所以这些都是中国的设计师。对，中国设计师。这个好可爱哦。对，他们当时叫我跳舞，像这种就是比较女人一点了，成熟一点。你笑的时候其实很美啊。很，他们希望我笑得很对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自己热爱这个行业吧。When I walked in and then when I saw, I thought, all right. But when the camera's on and when she's on point, it was really good. And yeah, and her pictures say a lot. So she did well in the camera. She worked with angles and, you know, all sides and directions, and she moved her body.